班了，跟我去老城去吃饭，走。滨江路这边有一家叫中中粉，咱们今天去体验一下。啊，自己家是吧？油什么？哦，油干，油干哦，也是加到里边的是吧？这就是油笋是吧？这是不是就油笋？中中粉第一次吃很有意思，是用的这个以前的搪瓷盆，搪瓷缸子，我们叫搪瓷缸子，里面还可以加油笋，所有的这个配料可以自己去加，很有意思。除了粉加了海带，加了酸菜，还这是鳝鱼的，看，我又加了一个油笋，一块钱一个，泡在里边吃，还有点不一样。刚吃了一份中中粉，然后吃了一个他们家油干，实际是一个油底泡在里面，总共下来。这个鳝鱼呢，10块钱，加起来10块钱，油干1块，很好吃，但是我还没吃饱，这样的感觉。